大成吗？是我，垃圾师傅。炮声比昨天更近了，天快亮了。总算盼上这一天了。哎，小王，轻点，你不要命了？瞧着吧，过几天呢，我还要到大街上去吹呢。不过，什么？听白大夫说，上面通知，从今天起，船员一律不许上岸。我担心他们会不会把我们连人带船。这办不到，走，上岸去。走，上岸去。哎哎哎，慢慢慢，等一等，咱们先等一等。不能走。大成，我们一定要把这条船保护下来，为未来的新中国服务，绝不能让反动派把它劫走。对，万不得已这样。吹哨子。好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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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，上去，让开，让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让开！他妈的，谁叫你们吹哨子的啊？是缉私队黑队长，你们深更半夜的到船上来干什么？少废话，把他们押到上甲板去，我要训话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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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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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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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走得快点，走，快走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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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听着，现在点名。船长金宝发，人呢？都聋了？没聋，他呀早就回家睡大觉去了，听不见。妈的，大副白云飞，人呢？在这儿呢。轮机长汪琴，人都在，有话就说吧。现在我代表警备司令部宣布立即开船。开船？要把船开到哪儿去？他们为什么要开走？船长不在，开不了船。那有大副，你负责开船。我
起。妈的，这是命令，不干也得干。把他押到驾驶室去。是是，好，放开我，住手，放开我，为什么抓人？哎，为什么抓人？打人！先把他押上机坪，待会儿送司令部。哎呀，为什么打人？你凭什么打人？打人！为什么打人？打人！妈的，打人！开船！你们要把船开到哪儿去？这个你不用管，你上去开船。是。不行，我们要管。我们家有老有小，我们不去。对，我们不去。是是是，把他拉下来，都拉下来，拉下来，拉下来，不许开船。好。他妈的，不去也得去，把他们压下去，各就各位，马上开船。不去，不去。把这条船给保护下来，绝不能让他们按照原计划进行。你是哪儿的？我是机舱里的。走，下去。走，走。书郡公司原来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，从今天起收归国有，实行军事管制，凡是愿意继续服务的，我们可以量才录用。你们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人民政府的各项法令。刚才
军代表徐建宏同志宣布了市军管会的命令，希望大家谈谈吧。啊，军代表旁边的那个不是公司的绘图员任耀生吗？前年闹完罢工到解放区去了。旁边那个年轻的呢是谁呀？马立号的水手卢大成，军管会的联络员。我觉得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本家祸国殃民，腐败透顶。作为一个技术人员，我衷心拥护接管。对，我们大家都要拥护接管，服从领导，同心协力把革命工作做好。坐着谈吧。这个接管嘛，鄙人也拥护，可是身体欠佳，需要休息。共产党接管，我个人表示拥护。遗憾的是，能接管的公司里大大小小几十条船，有的走了，有的坏了，有的沉在江底，人员也是，有的走了，有的病了。先生们，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，我们会收拾好的。说得好，这就是我们企业的真正主人，工人阶级的声音。如今，沿海都被封锁了，我们的设备、器材样样都靠进口啊，这个困难呐。是啊，连一根绳子、一个螺丝钉都要从外国进口，要配一个小零件都成问题呀，真是寸步难行啊。我们不这样认为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工人阶级会解决这些问题，难不倒我们。不说别的，就拿我那条王牌挖泥船玛丽号来说，至今还躺在江底，这总是事实吧？不对，玛丽号已经打捞出水了。大成，大成，军代表和任队长来了。老徐同志，船修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大家正在等任务呢。好啊，老徐。哎，现在正有一项重要任务在等着你们呢。什么任务？上游东平港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，那一带发生了严重塌方，亟待抢救，上级十分重视，专门成立了抢险工程指挥部，老徐同志担任副总指挥。为了保住那儿的军用码头，支援前线，急需要你们挖泥船去配合。行啊，大成，你先跟我到东平港去一下，马上就走。好。实在太慢了，影响了我们的陈排进度。是啊，庆阳市的大挖泥船就要来了，银号码头要塌方了，快！同志们，快把码头上的军火抢下来！
我是庆阳市挖泥船的工人。哦，太好了。空袭警报，跟我来。跟上。就是这样的紧迫，整个抢险工程要求在20天内完成，当地护岸工程队他们已经开始施工，现在急等着我们去配合。这真是火烧眉毛啊，那我们应当赶快去。对啊，对，应该去。困难那是铁板砂，就是钢板砂，我们也要把它啃掉。还跟他讲的对啊。对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好好好大成啊，眼下困难还是不少，首先是人手不足。我们可以把解放前被公司开除那些老师傅们都请回来。对对，应该请回来。那些老师傅当然应该请回来了，不过最要紧的是船长。对，任队长考虑的全面。船长，船长，一船之长嘛。嗯，东平港是铁板砂，别人怕对付不了，我看还是把金船长请回来吧。他病了不肯来呀。我去试试看。你？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哦，什么？要我跟你们去抢险？亲爱的大副先生，我可不想做共产党的护船英雄。想不想做那是你的事，不过有一件事我倒可以提醒你，你手里的那些股票早晚怕保不住了。可你还有一笔财产。什么？你的技术。眼下共产党最缺少的是高级技术人员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当你回到玛丽号，登上那高高的驾驶台，重新掌握了舵把子，总比你闲在家里好吧？再说，每月还可以付给你一笔可观的酬劳。兄弟也是知识分子，对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，向来是钦佩的。大成，你好啊。哎呀，大成啊，来来来，快坐坐。阿大师傅呢？在家闲不住，上码头义务劳动去了。哦，阿大师傅好吧？好，可他呀总也忘不了他的老本行。大成啊，阿大师傅，你好啊。好啊。哎呀，可解放了啊。解放了。快洗洗吧。坐坐坐。船上怎么样？大伙儿都好吗？好啊，我们就要到东平港去抢险，支援大军南下。太好了，真替你们高兴。我们一块儿去。阿大师傅，领导上决定请你回船。回船？真的？真的。这还有人民政府发给的救济金。
钱，这都是毛主席对我们工人的关怀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全国还没解放，处处都要用钱，这钱拿去支援前线吧。这先吃吧。我吃过了。形势对我们很不利，上面让我转告你，共产党在东平港堆存了大量的军火物资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这个险抢成功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嗯，玛丽号机舱里有这么一颗就足够的了。怎么，这太笨了？我有我的办法，抢险抢险，时间第一。玛丽号是抢险的主力，只要把它的舵把子捏在手里，快慢就得听我们的了。这比放一颗炸弹怎么样啊？嗯，哈哈，你这是准备当船长啊，笨蛋。我把金宝发推在前边，这比我自己出头露面不是更好吗？高，哎，可那姓卢的不大好对付啊。共产党并不都像卢大成那样，何况我还有你给我的金字招牌呢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大概水手们庆祝出航，同时也是欢迎你吧。哦。舍不得那块旧牌子吗？你谁叫你这么干的？金船长，你不同意这样做吗？金船长，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，还能带着那个旧牌子出航吗？到底解放了。是解放了，船名换了，这船也是我们的了。可是航行是不会一帆风顺的。
去报道，你们做开工准备吧。好，你去吧。啊。进来。船长，上岸去啊。嗯。怕不行吧？怎么？卢大成他们已经在做开工的准备了。这解放号是我掌舵还是他掌舵？当然是你喽。我看他想掌你的舵。想掌我的舵？哼！宣布我的命令，放假一天。船员们也都有这种要求，他们听说这儿的名胜古迹很多，一天怕太少吧？那就两天。好。时间很紧迫，同志们多辛苦了。行啊。希望你们抓紧施工。好。程同志，你好，你们来了？刚到。太好了。哎，我舅舅来了没有啊？阿大师傅来了。什么时候开工？马上开工。好。哎，王喜儿，快走啊！好，我来了，来了，快点。回来。等一等，老钱，你们到哪儿去啊？上岸去。想去逛大街。刚才白大夫说了，放假两天。放假两天？这是金船长的命令。我去找他，他呀早就上岸去了，这不行啊。不行。白大夫啊，怎么放假了？哦，我也不赞成放假呀，可是金船长听白大夫说这儿名胜古迹很多，我们也想去看看。瞧，这不衣服都换好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钱克京，你往哪儿走都不比解放前你跑单帮，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。你好好好好好，你说这些干嘛？放假是船长的命令吗？这命令不对。小王，阿火，你们说说我们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抢险啊。对呀，抢险抢险就是要抢啊，不然20天的任务怎么完成？就一两天嘛，以后抓紧一点。一两天？同志们，还记得解放前夕我们是怎么盼解放的吗？南方受苦受难的同胞正像我们过去一样在盼着解放啊。早解放一天、一小时、一分钟，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宝贵呀！码头、仓库、军火、物资正受到严重的威胁，前方正等着这些弹药、武器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去逛大街呢？同志们，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啊！大成，我不去了。是啊，大成说的对，应该抢险第一。对对对，过去我们为革命不怕牺牲，现在我们担子更重了。我同意大成同志的意见，应该抢险第一，抢险第一呀。好吧，不去就不去，我先排过去。不过船长不在，开工怕有困难吧？别的不说，这前前后后6个锚抛起来就不简单。是啊，老白，金船长不在，我看你就负责吧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儿的水性复杂，在技术上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这么说还是要等金船长回来呀。等他来？哼，我看呢，他和我们踩的是一块甲板，可走的不是一条航线。不管一条线条线，眼下没他就不行。是吗？开工这样的大事，金船长不在，谁能负责？我们来负责。同志们，把船开到施工区去。好，好，我们分头准备去。大哥，我去准备了。好。大成，你做得对，是应该这样。
老季师傅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人家是在有意地刁难我们啊！我看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把抢险工程的命运，把解放号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去抛前锚，你负责抛后锚，下三节锚链啊！知道了，走吧。好，走了。抛后锚啊？是啊，白大炮，下几节锚链呢？大成说下三节。三节？两节就50公尺了，不懂装懂嘛。就是，大家出力气，将来好处是他得。哎，就怕白费力气，不讨好啊。怎么，锚位移动了？老钱。这锚你怎么？我怎么了？还不是听你指挥的呀！哼，这么个折腾吧，这前前后后六个锚，别说一天，我看呐，3-5天也抛不好。你，我说呀，做板凳的材料冲不了台面，白花力气。别别，这是什么话？阿大师傅，老钱，无论如何不能忘了，我们是工人阶级，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干到底。大成啊，你想抓紧时间早日开工，这是好的，可你毕竟是个水手啊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坐着等他吧？马上请金船长回来。来，大成啊，在技术上咱们还是外行，得多尊重人家呀。我们是要尊重人家，可是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啊。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，如今是国营疏浚工程队，不是官僚资本的南洋疏浚公司，领导权在我们手里嘛。既然领导权在我们手里，现在抢险工程这么急，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肯干呢？金船长是旧思想，慢慢帮助吧。帮助不等于迁就啊。这么干行吗？看看去，叫他们不要吵。队长，你瞧瞧，成天那么吵吵闹闹的，生产怎么搞得上去啊？就是嘛，都乱了套了。老白啊，你是不是辛苦一下，请金船长马上回来。这怕不行吧？怎么，卢大成这么一干，把金船长当成可有可无的人，他怎么肯马上回来呢？你就说这是我的意思。我去试试看。锚位走动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承认的。怎么回事？大成，走锚的原因找到了，是他少抛了一节锚链。老钱，怎么回事？是白大夫让我抛2节的呀。算了吧，我看呢，你就是偷懒。我说你是有点偷懒吧。好了，大家别吵了，还是先去干活吧。
钱克江是有缺点，可这件事不能全怪钱克江。白云飞作为大副，该下几间锚链，他应该更懂了。我看他是阴一套，阳一套。我们要多跟弦儿，对。真像我们的新中国，太阳，新中国，太好了！你看，这是毛主席说的。自己的手里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，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。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是啊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新中国的未来将是多么的光辉灿烂啊。只装了一半，我早说过，这儿的铁板砂太硬了。轮你点儿，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不容易啊，这样我们就跟不上陈排速度，也完不成抢险任务了。是，想想办法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。小王，林队长，给你。哎，哎呀，好消息，解放军又打了大胜仗喽！小银子，舅舅。你又给我们送什么好消息来了啊？舅舅，我们老家也解放了。嘿，林队长，指挥部开会怎么说？指挥部刚才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洪水可能提前来到，领导上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工程速度，原计划月底完成的任务现在要提前三天。提前三天？时间是够紧的，不过我们护岸队有信心。啊，我们解放后也有信心了。好，大成啊，哎，我们可不能够拖人家后腿啊。是啊，开个会动员一下，一定要打胜这一仗。嗯，走。大成啊，阿大师傅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。我看，是不是这样，就可以挖个深了？大成啊，你和我想的一样啊。哦，那
哎，这你们俩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看啊，要是在这个后边再加高一点，这样呢，既可以挖得深，又可以装得满啊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挖得更快了。哎，这太好了，师傅真有办法。是不是再听听轮机长的意见啊？对，听那个老夫子的，各方面的意见都得听。对对呀，这主意是谁想出来的？大家想出来的。从道理上说行得通，可是要实现怕不容易啊。首先，这根冲天柱底下的旋转钢丸可能出问题，这钢丸是国外进口的，就剩下这一只了，万一超过负荷量损坏了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好吧，我再替你们好好想想。好。我早就说过，听他的，我们只好躺下了不干。这些个喝过墨水的人呢，我看都是一样。不，老汪还是支持我们的。金船长回来了，我去找他谈谈。啊，这他开工改斗，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是应该你领着大家一起干的，可是你上岸休息了，航行靠岸放假休息，归吗？不符合革命利益的常规，应该改掉。金船长，你想一想，我们是来抢险的，这任务这么急，怎么能放假休息呢？那你们就自己干吧。不，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干。我？对。金船长，帝国主义反动派已经被我们赶跑了，过去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。你要丢掉一切幻想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革命的道路。倒退是没有出路的，你可以用你的技术专长为建设新中国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人民是欢迎的。好吧，这铁板砂的事你再考虑考虑。好，怎么想起看这个？哦，刚才卢大成来过了。哦，你别看他年纪轻，没喝过多少墨水，还真有点头脑呢。没想到，堂堂玛丽号王牌船长，今天竟然对一个赤脚水手如此欣赏。哎，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要不是碰上铁板砂，他会来找你。你想一想，换船名、开工、改斗，他哪一样听你的？我都替你生气，他已经把你挤到船梢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想把我挤掉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还要高高地站在驾驶台上，解决问题还得靠这个，必要的时候我就把他抛出去。一抛出去，你可就没筹码了。不能抛，要拿一拿，趁这个机会把真正的舵把子夺过来，要全船都听你的，不然的话你只能做一个手窝能气的空头船长。那依我说，你走。我走？对，走，回青阳去。怎么？要你走是假，把卢大成赶走是真。
我不明白。现在是制铁板沙，任队长是不会放你走的。只要我去跟他说，解放号上要留姓金的，就不能留姓卢的。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人家在向我们挑战，这是阶级斗争。老徐同志啊，尽管金船长有缺点，可卢大成这么顶子上，也太不像话了。不像话？对一切不符合毛主席思想、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，就是要顶着上。卢大成说得好，要把解放号的命运、把工人阶级的命运、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多少年来，我们工人阶级受欺压，当牛马，今天翻了身，并且意识到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！可是我们还要给他增添阻力。我承认，卢大成这种想法是了不起，可也得现实一些。人家金宝发毕竟是有名望的船长，万一甩手不干了，很有可能。那眼下工程正在火烧眉毛，让我到哪儿去找这样的船长呢？这个问题，党委已经研究过了。哦。啊？哎，我就是啊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哦。好的，好的。事情说来就来，金宝发不干了，走，去看看。好吧。金船长，我们还是希望你不要走。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是啊，金船长，眼下正遇到铁板沙的困难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你不能走啊。有话好说嘛。要我不走可以，首先必须把改斗停下来。为什么一定要把改斗停下来呢？为什么要停？就是为什么停呢？同志们，大家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啊。啊，白大夫啊，你是支持改斗？你不支持改斗？哦，不不不，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是说，大家不要伤了感情嘛。那就是说把改斗停下来，对吧？这，把改斗停下来，这是我的意见。为了革命的利益，改斗不能停。对对呀，改斗不能停，不能停，不能停。金船长。为了早日完成抢险任务，为了啃掉这儿铁板沙，改斗一定要继续下去。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干。和你们一起干？算了吧，我干不了，不干拉倒。你想用走来威胁我们？办不到。我就不信，少了他，解放号上的泥斗就不转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呀，你走，你走，好了。金船长，希望你能慎重地考虑考虑。我们金船长，你这是向工人阶级施加压力。现在是干革命，你站在什么立场上？别以为了不起，没有你，工人同志照样干。对，对，我们大家照样干。白大夫，您好，我走。让他走走，让他走，想拿我们一把，没毛病。看你们真是，他们自己干太船了。让他走，让他走。哎呀，伙计们呐，伙计们，金船长这一走，解放号的舵把子谁来掌啊？当然是白大副了，船长不在，大副负责，这是老规矩。不不不，本人才疏学浅，怕不行啊。不过我反对。为什么一定要照那些老规矩办呢？
要我说，大成，你来负责。什么？水手当船长？水手为什么不能当船长？航运史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吧？就是。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，这本来就是没有过的事。对，大船，你就干给他们看看。哎，伙计们，船长，船长一船之长，这不比工会小组长可以随便选的。这要由上级根据资格和条件进行任命的。是吗？大成同志，你说呢？对不起，我根本没想这些。那你在想？我在想，金船长为什么会走？哦，同志们，抢险工程不是靠哪一个人，是要依靠群众，依靠党的领导。不论是谁当船长，都得让解放号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。说得对。老徐同志，我全知道了。老徐，哎，老徐同志，好好。刚才大家争得很热烈，谈下去吧。啊，老徐同志，我们想让大成当船长。对啊，对，我赞成。大成，解放前不就是你领着我们大伙儿把这条船保护下来的吗？大成，这回不是你带着大伙儿抛锚开工的吗？不是你和大伙儿一起想出改赌的主意吗？是啊，打从15岁起你上了这条船，十几年来记载水手生活做工，哪一行他没干过，哪一行他不懂啊。他能挑起这副担子，大胆地干，天塌下来我们大家顶。 对， 对，大家顶。如果说要根据资格和条件的话，那么工人同志已经做出了响亮的回答。有人说水手当不了船长，那是旧社会。解放了，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能领导一条船，还要领导整个国家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代表军管会宣布任命卢大成同志为解放号船长。大成同志，毛主席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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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主席万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这个决定是形势的要求，斗争的需要啊。担子再重，我也不怕。对，肩膀是压出来的。那金船长的事？哦，我派人去了解一下。好，阶级斗争是复杂的，要多加注意。老徐同志，我一定不辜负阶级的委托，党的希望。大成，人家替你搬家了。搬什么家？把你的东西搬到船长室去了。大成。哦，船长。怎么样，这钢丝床还满意吧？这个就用不着了。
学习室。原来这样，怪不得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你坏话，说你抢时间，反对金船长，都是为了自己好往上爬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不是那号人。我不懂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这不是反对我一个人。老钱，解放前，我们工人当牛做马，可是现在做主人了，有了政权了。对呀，你想一想，那些失败的阶级会甘心吗？他们是死也不会甘心的。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地想到这一点。那他这个以后会明白，时间紧，还是先去改斗吧。好。太棒了，咱们全部换成大斗，那提前完成任务就笃定了。现在的关键是冲柱的旋转钢碗，斗换的太多了，怕他吃不消。大成，季师傅还有个新的想法。哦，问题还不少啊，走去琢磨琢磨。哎，阁下在想心思啊？哦，是为了卢大成吧？是，要这种人当船长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书都白念喽。不，你猜的正相反。扪心自问，这些赤脚水手，他们的心地和人格，比起你我这些个喝过洋墨水的人，要纯洁，要高尚的多。你说的对呀、啊。通过这次海斗，我觉得我太保守了。那就革命呗，我们要极其支持他们。要改就干脆彻底全换上去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不行，负荷量过大。万一出了毛病怎么办？哦，船长，你也在这儿？你们谈吧，我还有事情。他要我支持你改斗，说要改就干脆彻底。我觉得这位仁兄很无聊。哦，这是老季师傅他们搞的一个方案，想用国产担子盘代替旋转钢碗，你给看看。这儿，有道理。想不到，哦，走走。有些个数据你给算一下，想尽快拿去试验。实践出真知，这话一点不错。过去我总把希望寄托在金宝发身上，现在看来，是啊，金宝发他们。把手里的技术作为自己的资本，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。所以，一个技术人员首先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老王，我们是了解你的。如果你能走出这个小房间，和工人们打成一片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很好的成绩来的。Thank you.
进展是很不满意呀。妈的，说得倒轻巧，叫他们来试试。那下一步呢？我要叫他们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？你看看，根据测量报告，你们施工地段可能发生塌方，武警密切注意。这张通知刚好落在我手里，卢大成他们还蒙在鼓里呢。解放号有两根锚链连接在岸上，只要我们在卸扣上做点小手脚，塌方的时候让它解不开，那就妙啊。老黑啊，这就要看你的喽。你放心吧。好，那你呢？我会随机应变。宋红，外边风雨很大，要大家注意安全。好。怎么？木桩都穿起来了，像要塌方了。嗯。宋红啊，今天有预报来吗？没有送来过。我们要离开这里。对，停车。小王，哎，通知拖轮尼波马上离开这里。好，吊起斗桥。哦，老钱起后锚。好，大成，你上哪去？我去解钢缆。不行，船上离不开你，让我去。山板，走，我们先去找阿大师傅。阿大师傅，阿大师傅。
回去。没有找到，多好的同志！为了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伟大革命目标，为了保住我们的船，阿大师傅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。同志们，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有流血牺牲，我们之前抢险同样会有流血牺牲，这说明斗争是尖锐复杂的。我们要学习阿大师傅的革命精神，战斗到底。我们向阿大师傅学习。我看首先得接受教训，要不是阿大师傅，整个解放号不堪设想。可这件事是不该发生的。是不该发生的。可是发生了。老人同志，有些情况我想向你谈谈。再找时间吧。说心里话，我一直替你担心。就拿这次塌方来说吧，我各船都通知了。通知？我们没收到啊。同志啊，船长不是那么好当的，要有经验技术。老人同志，洪水很快就要来到，为了确保抢险任务的完成，我决定这儿的船长由白大富代理。老人同志，你这样做请示过指挥部没有？有问题我负责。老任同志，希望你参加我们的党小组会。好吧，抓紧时间。你怎么能把解放号的舵把子交给白云飞呢？他本来就是大副，让他发挥技术专长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你这是不管什么人，谁有技术就听谁的。嗨，这不是从前闹罢工，这是搞生产，是专门学问的。得承认，人家有文化有技术，这不是你我随便谁都拿得起来的呀。你是让金宝发、白云飞他们的技术给吓住，根本看不见我们工人的力量。那也要从实际出发嘛。好，从实际出发。塌方通知遗失了，蟹扣叫人给破坏了，你怎么看？这还要进一步调查吗？再说这是保卫部门的事儿，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不用管？对白云飞的一些反常现象我们能不管吗？当务之急首先是抢险任务。我懂了，你是只要把生产搞上去，不要管阶级斗争，把领导权恭恭敬敬的
让给那些你认为有文化有技术的人去管，我们呢只能围着他们转，甚至跪倒在他们面前听任他们的摆布。你这是为谁在说话？为什么人在掌权呢？吴大成，你都说的是什么？好了，我还有事情。任耀生同志，这是党的会议。你怎么能把生产和政治分开呢？白云飞的问题还没搞清楚，上级也没有同意，你怎么能这样的重用他呢？白云飞在紧要关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过船，对这样的同志我们怎么能怀疑呢？他是护船还是诡计，不久就会明白的。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。等一等，任耀生同志，毛主席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？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，请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好吧，我考虑。同志们，洪水就要来了，大家要加劲儿干啊！少说废话，你打算怎么干？为了完成抢险工程，全部换成大斗。我不同意。怎么？海根，还是慢慢来好。哎呀，你可以慢慢来，洪水可不慢慢来。孙局长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得拿出点干劲来呀。你卑鄙！掉，慢，你下来。不行，要掉就连我一块掉上去。你，任队长，你看看，你干嘛？这件事关系重大，得等大成回来。哎呀，眼下到了什么时候了？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嘛。你下来，下来。老白呀，啊，抓紧时间，注意安全。队长，这你就放心吧。掉。我们把情况都给他谈了，可他就是听不进去。老人完全被白云飞的伤疤迷惑住，他的决定是错误的，舵把子绝对不能交出去。嗯，林英同志。嗯，来，老徐同志，我也正要找你呢。我们队里一个工人反映，他看见白云飞鬼鬼祟祟的从乌篷船里钻出来。哦，大成，大成，大成，快！白云飞把所有的泥斗都换成大的了，要出事了。大成同志，你马上回去，乌篷船的事我们来处理。对，好。负荷量过大，转速是否慢一些？这你就放心吧。我叫你们放心。为什么要全部换上大斗？为了抢险呢？这些泥斗
是你设计出来的。你为什么开到最高速？这为了抢时间。那钢管烧坏了通知你，为什么不停车？你说。风太大听不见。白云飞，你别再装了。空袭警报，赶快隐蔽。站住。卢大成，别忘了现在船长是我。同志们，赶快隐蔽，快走，快走啊。同志们，人在船在，一定要保住我们的船。苏红，调走桥。老钱，起锚。好。小王，准备射击。是。七一同志，各就各位，准备开船。身上使我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伟大的，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，认真改造。好啊，你要是能这样做，我们是欢迎的。钢碗烧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。敌人以为破坏了旋转钢碗就可以破坏抢险工程，这是妄想。老季师傅啊，这是东平港的工人弟兄们为我们突击生产出来的弹子盘，就用这个来代替旧的钢碗。把他们压下去。走走。同志们，阶级敌人就像江底下的污泥一样，今天挖掉了，明天还会长出来的。我们要保持航道的畅通，就必须不停地挖，千万不能松懈啊。是啊，这场斗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，这说明工人阶级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斗争的道路还长得很呢。将士们，
的解放。